程令，把这小畜生背上，上路。 臭小子，下盘功夫见长啊！哇，师傅，大惊小怪的，成何体统？前路凶险，不想死的就紧紧跟着我踩过的地方。青花章的徒弟，看好你这个蠢徒弟啊！ 臭小子，我劝你识时务些。你那些机关把戏在我这不堪一击，初犯可免。如若敢再犯，我让温客行掰断你的手指头。哎，为何是我？我外号温大善人，你不知？这等刑讯酷吏之事，我怎么下得去手啊？阿旭，你评评理。你闭嘴。师傅，龙岩阁主为什么住这种偏僻的地方？ 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呗。那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又弄了这许多机关，步步惊心的。万一他自己出来一趟，也迷路了怎么办？这不是和往自己床下放老鼠夹子一样吗？往自己床下放老鼠夹子？有一次我房里进了老鼠，怎么抓也抓不到，就往床下放了两个老鼠夹子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忘了，一脚踩下去，便被老鼠夹子夹断了脚。 臭小子，世人之所以躲起来，无非也就那么几种原因：要么他总觉得有仇家要追杀他，所以非得躲在一个谁也找不见的地方才行；要么嘛，龙却是个烂好人，一生只有被人欺负的份儿，从不与人结仇。青花章的徒弟，这点你师父最明白了。那便只有第二种原因了，伤心。他想见的人再也见不到了。 索性躲起来，谁也不见了，免得见谁都是个提醒。你师傅以后若是不在了，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躲起来，谁也不见了。就像俞伯牙摔琴吗？啊？啊，没事的，不会的。师傅内功精湛，又行善积德，定会长命百岁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。 吴尸骸，想死吗，臭小子？叶前辈，带路吧。嗯。